我喜欢可爱的女生。天哪，这是我哎、欸，这是我哎、欸。我们戳向戳出爱火热了与万秀洗衣店瑞夫恋爱 ING， 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可恶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露露被拍到与万秀洗衣店的甜才金孙瑞夫在淡水牵手搂腰约会。露露透过经纪公司打房认爱，其实我们认识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，不过大家工作忙，都有空的时候都会尽量见见面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感情这种私事不要占用太多资源啦，也免得把人家吓跑了，哈哈。请问有人要骑大象吗？是的，露露就是因为瑞夫的大象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露露就是因为请瑞夫戳大象戳出爱火，这支影片上线时间也有猫腻。你也知道露露就是她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，然后就是对，请问方便请你来给他看一下吗？露露今年年初公器私用邀请瑞夫上他的 YouTube 频道，更在一篇中直接开撩，如果你没有洗起来，你今天就不能回后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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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是染头发，他必须要顾家爱家。你根本是在针对我吧？你该不会还喜欢出生在四月底，然后最好住在临近在你家附近，附近然后刚好四月底又有办演唱会的这一种，是不是？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暂停一下，我们要对折了，要把这对折起来哦。好了，请坐上来。好的。哎呀，这太挤了吧？啊，好喜欢大象。家真的是最近要有很多冻伤的娃娃哎、欸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就是有箱子，然后把它装在一起，快递过来？那你打开了，你打开了，是你在里面是不是？我是 surprise， 我们家最重的娃娃就是我。两人互动超有爱，被网友敲碗在一起，结果就真的交往了，是说这只大象比月老还灵验呢。而男友瑞夫因为替阿公阿妈改造时尚穿搭，让家里经营的万秀洗衣店爆红，除了孝顺外，还很会下厨。这个很明显是排骨，而且应该是蛮有肉的排骨，所以做盐酥的做法。好，拜拜。